电动抽真空机对准密封罐，短短几秒就能抽出空气。没吃完的水果也能装进密封袋真空，延长保存期限。就连缩小厨余体积、消除异味的厨余机，现在也能用几点换购。全联大润发寄出200元及一点，最低40点换5入真空保鲜袋。像我们这些婆婆妈妈，就是什么碗盘碟子啦、刀具、剪刀之类的，关于生活上用得到的那些东西，你会计算一下，我是买这个现成的好呢，还是我几点好？现在的家庭因为都房子都不大嘛，所以说会很精简东西。消费者精打细算，家乐福靠着几点活动，把客单价从800到1000元提升到1500元以上。这波推出的焖烧罐、保温瓶和不锈钢便当盒最受欢迎。活动开跑不过一个月，就已经兑换18000多件。那这次推出来是特别在黑色星期五的时候，包含让接下来的双十二，那整体业绩在整个相辅相成上面，我们预计可以成长至少20%以上。好事多也不遑多让，趁着黑五购物节，一直到年底，黑钻卡回馈金加码到3%，各大超市、量贩店年终集点站开打。全联大润发喊出今年业绩达2000亿元，店数超过1100家，好事多目标1500亿元，家乐福量贩超市业绩渴望破900亿元，总店数313家。以200块为一个点，或者是250块为一个点，如果超过某种金额的时候，所以他一定可以把他的客单价拉高，客单价拉高。高的话，就有助于他再去补足他在业绩的这块的东西。业者瞄准主力客群，端出诱人换购商品，抢攻百亿集点商机，要在年末最后档期冲刺业绩。三立新闻张庭祥、易立婷台北报道。